春意美透了，蔡诗芸。分别演绎了 London 新任总监 Olivia Lapidus 操刀的首个2018春夏系列，以及之前的早春设计。蔡诗芸在精致的服装轮廓与利落剪裁手法的衬托下，展露独特的法式优雅。他透露自己是个没有耐性的人，我不习惯在网络上购物，因为需要等待，如果有需要我是会直接杀去店里买的人。深 V 性感不做作，这是我第一次穿上 London， 觉得服装简单却有设计感。即使我平常少做那么深 V 那么性感的打扮，但贴好保护措施之后也没问题了，因为 London 的性感一点都不给人过于 over 的感觉啦。我觉得自然最美，要接受原本的自己，因此我不会刻意挤乳沟什么的，讲求的是越自然越好。